刘导很帅，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我们印象里的大哥啊。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因为我那天在拍那个就是攻占城楼那场戏，中间他一起身，旁边将近20人左右同时一起身，他在前面走，两边的人都在面，就是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哇，太帅了。当时只有19岁，然后林彪俊更小，林彪当时比苏玉还要再小一点。大家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勇于牺牲自己。不光是林彪啊、苏玉这些人，每谁走过战场之后，每一个人都会成长。他的个性以及他的精神、勇敢、无所畏惧、带兵雷厉风行。1927年的贺龙是他那时候30多岁，而且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刚刚参加了北伐，成了20军的军长。整个这个南昌起义，可能现在能查到的女兵大概有30几个。彭元华呢，是中国的第一代女兵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小情小爱，应该都是大爱。演主旋律电影，我觉得是非常有神圣感的。觉得演不好就对不起革命先烈这种感觉。拍摄有关南昌起义的这些影片里面都没有出现过某个具体的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在这部戏里面，导演有给予他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浪漫的色彩。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英雄梦，从小时候都有。他们当时有着这种很大的情怀，有着这样的一个信仰，为了大局而牺牲小我。洒热血的这所有的军人的话，可能到不了现在这个地步。那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真诚、勇敢、可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年代，不能够忘记是谁给我们带来的和平，是哪些人做了哪些的牺牲，给我们带来的现在的和平安稳的生活。要深深的爱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爱。爱我们的周边的人，爱这个民族。抛开职业来说，一个普通人呢，可能接触的对于军队这个概念，可能接受的并不多。但我跟他有一样的共同点，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同样有着一颗爱国心。
来，小白。